早晨啊 Leo， 早晨各位好，欢迎收睇 Up TV 嘅，咁啊就开始睇真啲啦。有我同 Leo 咧，就基本上一至五早上都陪住大家噶啦，系啦，咁啊有事就有我哋啦吓，咁啊就睇住开市嗰个情况先吓，咁啊咧就哇，寻日 Leo 好开心啊，系啊，寻晚系啦，多谢小珍先啦，哎呀唔好咁讲啦，学到飞啊，咁啊睇黎明。是啊是 啊， 啊，今晚轮到我啦、啊、，My turn， 系啊，回忆出晒嚟，系童年啊，唔系少年啊，系啊，系系童年回忆嚟嘅、啊。可能我哋已经比较 young 啲嘅，因为我见到系好多，系咪？我想问一下咧，七八十岁行楼梯咁，真系噶？系啊，哇，好惊啊！唔系，因为我见到大楼有去、啊。大樓同埋金比，誒應該唔知前晚啊，哎呀，即係唔係昨晚，即係星期一 miss 咗依個，佢真係見阿金比扶住佢，哇唔係啊，我係見到嗰日係佢應該佢哋保鏢咪係啲外嗰啲好似賓席咁樣嘅，咁跟住之後扶住佢入去咯，但係咧扶住嗰個賓席嗰個人咧，身體上面咧係擺幾條毛巾喺度俾佢扶啊，係啊，因為佢有潔癖噶嘛，係啊，佢有潔癖㗎，係啊。我真的哇，好誇張喎！佢好似嗰啲咧，即係去餐廳斟酒嗰啲侍應咁樣咧，撥咗幾條毛巾喺度俾佢。木乃伊咁啊，行過咁啊。係，我真係以做咩事啊？咁樣。潔癖又唔可以講得上嘅，佢係一個乾淨的人啦。係咪啊？唔係咁，其實我覺得唔係多每個有啲人都多多少少有呢一個嘅潔癖嘅，我覺得係啊，我就冇嘅，係。我就安裝添。系好啊，咁啊就咁你今晚到我今晚 enjoy 啦，寻晚你 enjoy 完之后啊，阿黎明，我谂其实好多人都听，系啊，生啲歌大噶啦，系啊，系啊，咁样都几好睇嘅，几好睇嘅，系气氛几好啊，嗬，好难得啦，讲笑话真系好好笑噶。佢话咩彩排都唔及天意安排啊嘛，跟住即系 up 咩 up to you 啦咁样，所以我哋 up TV 啊吓，系 up to you 啦，明一齐 up 下，系啊，好啦，咁咧就同大家睇睇咧，寻晚美股嗰个表现先吓，咁啊，因为咧见到即系美国上个月嗰个通胀咧系高过市场预期啦，咁啊，所以咧见到个美股咧就系由高位咧系回落嘅，咁啊睇翻个债息方面咧就系先升一度后倒跌过啦，咁啊。就美股咧，同埋美股嘅標指咧，同埋納指咧，就破咗頂之後咧，收市嘅時候就反覆偏軟翻啦嚇。咁啊，就十年期美債咧就係重越1.4厘呢一個嘅關口嘅。咁啊睇翻因為即係嗰個數據方面啦，那個 CPI 啦，按年咧其實就個升幅創咗13年嘅高位嘅。咁啊，超過市場預期啦，13年都係講緊2008年嚇金融海嘯嗰個時間噶啦。咁咧就數據就反映嗰個嘅供應鏈干擾情況咧，相當之嚴重啊嚇，咁啊，所以即係令到嗰個物價要向上啦，主要都係因為個供應問題。咁啊，見到個美元方面咧就強翻啦嚇，因為見到個 CPI 咁樣，咁啊就升到去5日嚟最高嘅水平嘅，個DXY 啦美匯指數咧就係升到去92.762啦，6月8日以嚟最強，亦都係略低於上個星期創咗嘅3星期高位，咁啊就。美元強嚇，咁啊就即係不利呢個嘅美股嘅表現啦。咁啊，所以其實尋日咧都見到個美股方面咧都回翻一跌嘅咁樣。不過咧，其實咧你話佢回啫，即係又係炒股唔炒市嘅喎，可能係。咁啊，就係見到蘋果啦、微軟啦同埋 Google 嘅母公司 Alphabet 咧都係創咗新高嘅嚇。咁啊 ，Amazon 咧就係跌咗1%，Tesla 咧就係跌咗2.5%。ARKK 啊嚇，咁啊類股神咁啊就跌。咗咧係2% 嘅，咁表現最差嘅道指成分股咧就係波音啊，咁啊就話要減呢一個嘅客機產量啦，咁啊股價咧係跌咗4.2%，咁但係咧留意翻啲業績類嘅金融股喎，咁啊因為高盛同埋摩通咧。出咗業績都好過市場預期，但係股價方面反而要跌超過1%嘅咁樣。咁啊，其實即係有儲局官員即刻都走出嚟講啦，話而家咧聯儲局咧要撤回刺激措施，係聯儲局撤回刺激措施嘅時候，因為咧佢哋就相信啊，美國經濟正係以7% 嘅速度嚟增長，咁啊，而且咧個疫情咧係日益受控啊，咁就有少少有控制翻個預期，就係話喂加息將會係可能。
能好好快嚇 ，coming soon 咁啊，叢林咁樣嘅。不過咧就呢、這個 soon 就唔知 soon 幾耐啦嚇。咁咧就大家都係喺個股票市場或者資產市場方面咧，就係、是。邊走邊睇邊買邊沽咁樣噶啦嚇，冇辦法噶啦，即係始終個方向咧都係未係特別明確嘅。不過事實上咧就見到個美股咧，即係依然都係個高位方面咧係有啲咁多嘅震盪咁嘅啫。咁啊睇翻港股方面啦，咁、那個黑期咧就預示今朝早都應該係小幅低開嘅機會比較大噶啦。咁就黑期今朝早咧係跌近90点嘅，去到27,800附近嘅水平啦。咁港股 ADR 咧就今朝早都低开160点嘅，咁啊就外围个情况就咁上下啦吓，咁啊就港股方面大家就睇翻，寻日都几好喎，算系咁喎。系咁啊，做好咗好多啦。系啊，三日都升咗成800几。琴日我真系以为谂住咧，佢要缩翻变阴烛添啊。系。但原来全日都 OK 喎 ，keep 到400-500点喎。系啊，做一度以为可以穿翻2,800，咁啊，系啊，边皮位嗰度等嘅，睇下今日。系啊，系啊，系、啊。不是太差，就算今天不得的話，看看聽日可唔可以彈翻上去啲啦。因為其實昨天都預咗，好像小欣話齋，喂，懟翻落去。如果冇力的話，其實就冇咩希望嘅。而家就反而看個圖咧，有翻啲希望。如果行翻高少少咧，落的機會就少好多啦。即係真的又要揾下陳神交代下，再 book 一 book 啦，book 一 book， 陳神 book 一 book， 係。咁咧，其實咧就有即係有啲睇法，有啲兩睇嘅，因為見到咧就個恆生指數咧。昨日咧諗住佢如果縮翻緊啲咧，就製造翻一啲空間俾今日再升。咁、但係咧就係、是、因為你而家今日見到黑期啊或者 ADR 都係低開啦，咁所以咧就驚嗰、那個就升幅咧就無以為繼嚇、即係有兩種睇法嘅，有啲就喂咁啊實的的一棍陽燭咁樣又有成交咁樣拱上嚟明朗咗喎咁，咁啊但係調翻轉就係話喂唔係喎，一口氣突然間又升幾百點嘅話，會唔會就係做個好短期？嘅後抽同反彈咁樣就算啦，咁所以就兩睇嘅，咁啊即管今日睇下啦，今日星期三啦，咁都仲可以睇下嘅。即係你問我，如果今日禮拜五咧，我都係坐定定喺度唔喐噶啦咁樣。你問我咧就我大股嗰啲我冇乜點樣去處理佢啊，即係冇去搞佢啊，即係我就唔夠膽買 call put 住啊，真係。因為我哋尋日都喺度講過啦，幾隻啦，係啦，即係1211啊、700，即係幾隻 tech 股嗰啲咧，即係真係驚係真係純粹係一個下跌之後累計跌咗咁多之後，有少少喺低位反彈，而有反彈冇升幅咯，真係驚係咁樣咯。咁但係昨日就見到林五號仔啊，即係話取消派息啊嘛，其實都未 confirm 嘅喎，好似係。係啊，唔係傳啊嘛，係嘛？係啊，係啊，希望係啦。咁彈咗一彈嘅已經，咁啊彈高咗之後，咁啊大約去到45.8啦，都點都要回翻啲嘢。昨日最高升3% 左右。係，咁啊都難得見到一棍上嚟。昨日個成交都幾大下，係見到係真係有啲錢係真係追下呢啲，即係有翻消息嘅股份，正面嘅股份。但係你話好多又唔係咯，唔係報復式咁樣嗰種咯，係啊。咁3690都大家而家望住睇，會唔會有機會上到上翻去？尋日就掂過一掂300蚊，跟住又回一回嘅咁。成交方面又不是特別大啦，因為比起較早前的時候，即係上個星期啊，唔係今日係上個星期四五嗰、那個下跌同埋反彈咧，個成交都是一般般嘅啫。不過睇翻尋日就北水幾中意佢嘅買美團嘅，咁就淨流入有成30亿人仔啦，多翻啲北水啦，咁啊交咗成倍幾噶啦。如果同之前嗰日去計算嘅話，比較嘅話嚇，咁啊北水買得最多就係就3690啦、700啦。同埋只1772啊，我哋系咁講噶啦，依只哇，真係嗰個成個月噶啦，已經係係啊，咁啊就有跟嘅就恭喜大家啦嚇，咁啊好，咁啊另外咧今日仲有啲股仔嘅喎，唔係仲有啲盈起嘅喎，係啊，咁只藥明啦，2269喎，睇下先。
咁咧就發盈起嘅，上半年盈利按年增長超過 1.35 倍喎。唉，真係咧，早上個禮拜嗰支嚇講緊真係七月六號嗰支腳。真係買入都幾深啊，120蚊。係啊，咁啊，而家已經彈咗一成幾上嚟啦，都係啊，一成幾兩成，可唔可以追咧？其實你覺得？其實我覺得可以追，因為都係嗰句啦，嗰陣時係錯判啦市場，咁最主要佢嘅增加嗰個門檻啊，令到 barrier 提高咗咧，其實對龍頭嚟講咧，絕對有利嘅，因為龍頭係冇咩困難去攬過依個門檻啊嘛，咁啊攬得過依個門檻嘅話就冇問題啦，攬唔過嗰啲就攬唔過啊嘛。太弱流強係金句喎，係啊，攬唔過嘅話，你即係阻住咗好多想入依個市場嘅後來者啊，咁亦都對龍頭或者對依個行業咧穩定性咧有一定嘅幫助，同埋提高。中國製嘅相關醫藥又好 ，biotech 公司嘅出品啦，佢哋 products 啦，出嚟個品質咧都有一定嘅保證。其實對整體成個中國 biotech 又好 ，B so-called 嘅 B 仔股啊、藥業股啊，都係一個非常利好嘅措施嚟嘅。係提高個品質啊，先可以打依、這個。即係先可以打十個噶嘛，即係冇嗰樣嘢，你點打十個俾十個圍抽咩？唔通咁依樣嘢係對2692呢啲咁龍頭咧係非常非常有利，我覺得。所以之前有趁低位鬧嗰啲，恭喜你啦！冇嘅話，其實依啲位咧絕對可以我覺得可以繼續持有或者依份喺依啲位買入。OK， 好啊，咁其实因为即系变咗系强势优质股咯，系啦系啦，咁就较早前后见到只2269咧，药明生物咧最高都见过148嘅，咁可能即系讲真要冲翻上呢啲位即系难度唔系太高啊吓，系啊，三百两步就上咗去噶啦，咁依家即系 mark 紧价嘅时间咧就都升成5% 啦，咁虽然系叫做竞价时段嘅啫，系啦，咁但系。應該都是不錯的嚇，咁啊期指方面咧就偏軟啦，跌緊54點嘅，咁啊另外咧就盈起嘅消息仲有隻特報啊，即368啊，咁啊而家 mark 價係升8% 喎，順利多咗60%啊，最少60.5%啊，咁啊之前我哋講只2020啦，係，咁啊佢嘅。他們好像啲營起輪住出嘅，係啊，嗰陣時都講咗啦，有配幾期啦，唔會差到去邊嘅，所以如果要炒啊或者吸納咧，其實之前應該去做咗呢個部署，訂等佢個事情嚟，大家都科斯到嘅，即係好似1919，哇，唔知幾多萬倍嘅，其他唔會差到邊，所以睇依排會唔會因為依咁消息而炒翻起個頭板塊，因為。過去幾日啊個市回嘅時候咧，相關嘅特用品股咧都的而且確有一個叫做撳住嘅情況出現，咁點都行咗一排啦，咁所以拗咗喺度嘅情況難免嘅，但係睇下會唔會有呢啲 so called 盈起啊？令到刺激翻個板塊行翻啊！OK， 係，其實咧，營起真係好多隻啊！今日嚇一羅羅咁樣，咁啊，仲有隻欣融啦，1587啦，係啦，咁啊就而家競價就4.15毫，13%左右嘅升幅啦。咁啊，預料中期純利咧最少係有2倍嘅增加，係啦，咁啊就去到呢唔少於就大概2490萬人仔啦。咁嚇，咁呢只就世界嘢嚟嘅喎，係咁啊！依只其實我記得應該買學，係咁啊，可以諗下啦。因為依只其實上咗市大概幾耐咧？大概3年左右。咁啊，個 cap 都細嘅啫，好細嘅，好細，2億幾嘅啫，3億都冇。如果要喐嘅話，因為依本消息可能炒一浸都唔奇。係咁咧，就密切留意一下先，等佢真係
開咗出嚟嘅時間，睇下嗰個情形係點先，係啦。咁咧就呢期都見到佢都有好多動作嘅，又又獨家代理嚇、啊，又即係又搞啲農產品銷售，即係買啲農產品銷售商嘅股權啊，等等等等咁樣。係啊，那個動作都幾多，同埋真係賺到錢咯。以前之前中期都係即係個盈利得八百幾萬人仔嘅啫嘛。咁依家講緊係盈起係超過兩千四百幾萬咯，咁都係一個好大幅度嘅增長嚟嘅。好咁啊，另外咧就即係1931啦，華檢醫療啊。咁咧就盈起啦，預料中期盈利咧增加超過一倍嘅，咁咧就其實股價就一路都喺3.2啊、3.3呢啲水平就橫行住啦。暫時 A.O. 時段咧升1.2%，3.36嘅。好，咁啊，另外焦點啦，即係比亞迪啦，1211嘅。咁咧就話説就係、是喜馬拉雅資本啊嚇，即係李六旗下嘅噃，咁咧就減持咗佢。上星期四咧係減持咗714,000股啊，平均價係227.幾喎，套現16.幾嘅。咁啊 H 股嘅持股咧就由7.03% 降至到咧係6.35% 嘅，係啦。咁啊，但佢上個星即係。上星期四啊，哦 ，OK， 系咯，見到啦，嗰日都係有啲喐動啦，但係都唔爭得遠啦。佢227蚊，而家都235啦，高過佢嗰個減持嘅價，係咯。咁啊，所以個冇乜事咯。其實我呢件事都已經係即係消化咗噶啦，已經係啦。咁啊，就反而我覺得喂，依家佢。都是那句啦，經過一次的調整之後，一輪調整有機會即係車股都是橫行，所以其實而家見到咧1211咧嗰個阻力位咧，似乎都是大概 around 238-9呢啲位置，係啊，咁睇下今天有冇機會衝穿、啊、所以汽車股其實啊，依排都有講啊，咁睇嚟睇去我就係睇嘅2333啫，咁啊1755啊，哦係啊，即係唔係唔好啊？嗯、但係個圖嘅走勢咧，2333真係靚仔好多。OK， 哇係啊，佢起碼斜角上，唔係橫行。係啊，橫行真可以悶死你噶。其實吉你都悶過一輪噶啦、啊。所以當然啦，即係嘢細 cap 好多啦。嗯，講緊而家幾多億市值咧？睇下先，886億市值。嗯，咁啊，對比其他嘅話，我覺得2333不過都講咗一排嘅，所以而家你進入嘅話又係。比較高位去追，咁啊自己睇翻啦。但係175嘅話，點睇咧？175，我覺得佢短期咧都反彈咗啲啊。嗱，我覺得都可以望下嘅，都唔係話唔直播嘅。咁但係要真係個市況要配合到咯。咁、但你問我咧，大隻嘅咧，我都係中意只1211。不過咧，我覺得1211似係進入呢一個橫行整固嘅階段，除非佢又即係有一棍突破上嚟啦，我先會走去追下 call 啊牛咯。咁反而而家追牛追 call 真係搏一搏嚇、啊，即係小雨成日講單車變摩托嘅話咧，咁我覺得都係當然睇住近期嗰個頂部位置啦嚇、啊，即係大概27.4嗰啲位咯。咁其實都近嘅咁樣，咁我覺得用翻琴日。嗰、那個嘅底部位置24.2作為一個即係部署上面嘅指示咯，講緊好短線啊嘛，因為依家係啦，咁就係向上望就望28蚊到啦，係啦，即係28蚊都冇啊，27邊啦，又係啦，27邊咯，咁揾翻尋日嗰個底嚟做指示，向上搏下睇下有冇機會咯。短炒睇下可唔可以咁短炒做啦。係啊，等我陣而家揾下啲有冇啲175啲牛啊 call 俾大家先。係啦，咁咧就1725啊，哦嗰只航天啊。是啊，冇啊，其實都講到口臭噶啦，25蚊咁啊，跪求你入咁滯，咁你都冇買話，咁唔緊要，都做 OK 嘅，我覺得都係嗰句啦。呢啲公司咧 ，technically 啊，真係要睇市值做人，即係你唔夠市值咧，你係好多嘢做唔到。
咁啊，但係如果佢要散，就散曬俾你啦。所以其實就係好齊貨先推到依啲咁嘅嘢。我睇下先，佢嘅問題係可唔可以入？我覺得依啲位其實可以入嘅。你嘅見住佢升，琴日我有幹上嚟啦。早幾日都講緊35蚊左右，今日已經40蚊啦。自己想想啦，係咯。係 ，OK， 咁啊就，但係真係好早講噶啦，冇跟啊真係，自己又唔能夠講話佢仲冇得升喎。好多喎，係啊，多到做過1772又好少講，3600又好少講。係啊，呢啲唔係細只股啊，即係你話喂細只股嘅風險自己，即係好似1950咁樣。都有人問啦，1950係。幾時咧？3毫子嗰陣時講啦，依個底薄就係薄依啲咁嘅嘢。係，都有講啦，最好趁勢啦，即係越平買又越好啦。雖然阿媽係女人，不依樣嘢係利身，我跟咗啦，已經呢只。咁啊，我跟咗嘅，尋日跟嘅，我升20%。升20%啊！我而家都係，你都係咁睇3.05毫、3.1毫度啦。係咯，都有幾位啊。3.1毫啦，冇噶啦，望佢上去睇下有冇去翻8毫、9毫啊，倍升股啊，升一倍6毫子，我都好開心噶啦。炒 pattern 咯，就算係啊，對之前呢位啦都受領啦，但係當然啦，依啲股票有一定風險嘅，咁啊有㗎，所以我少住咯，我都係少住啊，唔係因為我都覺得我輸牛仔熊仔都咁上下啫，賭下賭下啲。我覺得呢一個真係直播率高過我買嗰啲。買嗰啲牛熊啊！嗰一段即係一睇錯位咧。嗱，今日真係你問我牛啊、熊啊嗰啲咧，我都想調翻轉熊翻，即係你嗰啲五號嗰啲啦。係升完之後沽啊，即係快手。係啊，係咪應該要沽啊？即係一零二升就要沽嘛。睇下今日，琴日就話誒，琴日沽好冇咁啊？睇定啲啊嘛。我又有一決噶，咁我真係又唔夠膽嘅，其實，因為第一棍啫嘛。睇下今日嗰棍有冇力啦，冇力真係估翻翻轉頭，就有機會啦，大家飛雲。係咯，睇下先有冇1024嘅 put 咧，坐下咯可以。應該冇咩。1024有幾隻？係先。都有好多。多噶佢度嗰期咧，股輪同步噶嘛，嘅美德嗰陣時候，好犀利啊！真係發達嘅機會嚟啦，大家睇下先。不過啲槓桿真係爭啲，係啲嗰啲輪箱都好明白，即係好難做。哇！啲波都幾大喎，60幾咁樣喎，拿住呢只咯，睇下先。2毫幾至14734咯，如果真係要 put 嘅話，係咯，14734呢只咧就行使價166.7嘅，咁就2.4倍槓桿啦，12月尾到期100:1嘅，就係14734，係啦，咁咧就我反而覺得真係可能有機會今日要 put 一 put 只匯控，不過睇定啲先啦嚇，即係等開再 update 啦。咁如果你話擺定俾你嘅五號仔，係啊，54063啊，54063啊，呢只4600 OK 啊，係啦，咁就 put 就23523啊，係啦。就23523呢只就9/1嘅，行使价42蚊啊吓，实际杠杆有13.5倍嘅，9月中到到期啦吓，哇都多街货，啲人见佢弹就真系沽翻翻转头。1950一定要睇实啊，餐餐秒插，哦系噶，系噶系噶，所以都要留意噶。佢都係一爆又爆上去，係啊，係啊。咁呢啲股票嘅特性係咁，所以之前都講啦，基本面前景唔睇嘅，係就係賭依啲嘅啫。係啊 ，pattern 咯。有啲咩好賭啊？依啲咁嘅嘢就係賭依啲。係啊，咩啊？呢一隻賭咩啊？賭佢係星光熠熠啊嘛！後面之前即係造就過1725做王者咁樣啦，好似係啊，嗰陣時都係，但係同一班人玩法係。咁啊，即系呢只会唔会买好或者点唔知啦，但系咁而家玩翻个 pattern，
跑馬仔。係啊，喂，咁1725咧，你覺得咧，仲有冇機會咧？嗱，琴日輕輕掂過去40蚊樓上。哦，因為太 corner 啦，據我所知嘅嘢，係啊，好似賣口嗰陣時96% 左右。咁即係解貨太少啊！太少。咁啊，喺呢個咁嘅情況底下，你點會唔繼續強？同埋另外一 part 都係啦。有啲嘢係需要有一定嘅市值去配合。嗯，啱啱嗰只1950係唔需要市值配合嘅。哦，係。係啦，點分咧？其實因為你要睇你拼購或者擺啲咩嘢入去咯，或者嗰個行業啊咩嘢市值方便啲做嘢。嗯，即係你冇理由搞航天嘅話係得一億市值㗎。係係係，錢買到個尾咋，淨係火箭個尾啊！係啊，同埋一定後續有啲嘢擺入嚟。如果你個 size 唔夠咧，係會點咧？擺唔到嘅，擺咗入嚟之後咧，要你重新上市。係。咁不如我直接做咁上市，但係冇 profit 㗎嘛，當然。係。所以佢一定要係夠市值先可以擺到。嗯。咁啊，呢個有比例，當然好多唔同嘅做法啦。咁呢個就真係要專業嘅FA。團隊去處理了。OK， 明白。好，咁就大家及實啦嚇，咁就俾只睇 pattern 嘅，即係唔使睇話咩前景啊咩事噶啦，睇 pattern 嘅啫。我今次都係跟 pattern 嘅啫。講真啦，你好似我買呢一個衍生工具，有時都冇乜正股嗰啲 pattern， 都好難睇噶啦。好，咁就短線操作嘅話，咁就頭先俾咗只5號嘅紅同 put 啦。頭先講1024，喂蛋糕就可能要 put 啊紅啊咁樣，俾咗一隻嘅，咁而家再俾多一隻啦，1014102啊嚇。咁咧就發興嘅，講緊咧就行使價186.88啊，實際槓桿有2.3倍咧。咁咧就11月尾到期，紅證啦就。不過你問我要博1024，我都博紅證多嘅啦。如果 put 同紅嘅話，63763啊，63763，咁啊就呢只就講緊收回價195蚊嘅，咁槓桿方面有接近4倍啊，咁啊12月未到期，咁啊就紅證嘅槓桿就比 put 輪咧就高啲咯，係咯，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係，咁啊， okay。 另外有 Lisa 8493啊，8493啊，做一個龍王，龍王阿次哥，阿次哥喎，佢辭任咗嘅喎，同埋主席，係咯，係啊，終於玩完啦，係，咁啊都集資嘅，講緊580萬錢左右啦，咁啊冇次哥，即係係咪賣殼咧？即係變相減持之後再轉俾人咧？咁大家睇下啦。但係佢仲有股份喺度噶嘛？10%咯。係咯係咯係咯，都唔少嘅喎。係啊，估剩12% 啊嘛。嚇嚇嚇嚇！而家市值得翻2000多萬，咁我諗好可能會有啲配股啊，配股就做咗啦。配完之後，市值2000多萬啊？咁張博係幾多啊？係咪3000啊？你話個維生唔係佢要係咪佢要保持翻個市值去到某個水平㗎？其實都唔係太使啊，唔使㗎啦，係嘛？要個價咯，你唔可以長期係0.0。係啊，咁啊，係啊，市值其實冇太大嘅要求，你可以好低市值，咁啊存活好耐，你唔破產唔點咧？係，咁冇人嚟勾落去嘅啫，係市場俾你嘅價值嚟。但是去到這個位置馬甲闊到了，是啊，馬甲闊到其實都闊過我的腰位不是啊，你的腰位很差而已但是這個價差就真的很闊了，大家看看這些會是轉還是怎樣，我真的可能有機會是準備買，那要減少那些貨在那條街上，那收回來就更加難咯，是的，未供一系供，一系繼續配，又系呢啲財技，都系咁噶啦。喂，咁好大鑊喎，咁應該暫時都冇乜運行噶喎，呢啲唔使睇住啦。係咯，即係唔使理佢住。好，咁另外就仲有朋友想問只716啊，716聖斯貨櫃，喂，升咗上嚟啦，已經呢啲好似小雨之前講噶嘛，我哋都有喺度講過下嘅。係啊，潮州老闆嘛，伯伯嘛，係啊，係 OK 嘅，伯伯，潮州伯伯，咁啊 ，Uncle Chu Chu，
一六五啊，你佢問嘅係，佢問誒、會再跌，會再跌嗎？佢跌就跌嘅喎，即係冇錢入咪跌咯，或者唔做嘢牌咁升咗，喂升咗好多嘅短期。嗯，咁本身之前喐都唔喐嘅，你期望依只嘢突然間喐完之後就會不斷咁升，追翻只1919咁，可能性就唔高嘅。係，咁同埋佢升嘅 purpose 係咩咧？可能係短炒，其實如果短炒嘅話，其實咪咁。嗯。呢樣嘢當然我唔係成日睇住呢只嘢啦，可能晏少少要問翻小雨啦。係咯，係好啊，個市開咗啦喎，9:21嘅，睇睇恆生指數，喂，算係咁喎呢樣。係啊，起碼唔跌先，咁啊恭喜大家，而家做緊27,965啊，咁啊升緊啊兩點嘅，咁啊成交暫時33億。嗯，好，跌已經好好啦。Yeah, very good. 咁啊，有少消息啦，新股噶嘛，有隻叫德信服務集團啊，咁啊延遲上市時間表，本來 suppose 應該今日咧，就啊話俾大家聽，即係叫 allocation。咁啊，好明顯就嚇，即係佢已經招咗噶啦。係啊，等先。本來即係要直情公布嘅咯喎，即係、啊。但係因為我諗都係因為個 pacing 做唔到啦。咁之前都講啊，每一鑊咧。啊！咁多新股出咧，總有一兩隻係。喂，咁點算啊？喂，咁賴咗嘢。喂，我想問，咁佢咪即係嗰嚿咪咁？你上市費嗰度，但係又一俾咗一橛嘅咯，嗰啲係咪啊？要俾個即係再俾相關 free 啊，講可能幾球啦，同埋你印輸仔燒咗球幾兩球啊嘛。係咯。咁重新都要再印啲嘛？之後係啊係啊。咁呢啲咁嘅錢又使咗冇用冇用。燒咗嘅咯，真係。係啊，但係。啊，都反映嘅市況嘅，因為真係每一期咧咁多出咧，總有一兩隻係脱僵嘅，搞唔掂嘅。咁啊，依只搞唔掂都對投資者嚟講，即係你有抽，絕對唔係一件壞事啦。係，佢上到可能仲衰，仲衰啊！係。咁恭喜你啦！如果有抽。而應該都抽中嘅，恭喜你上唔到，唔使輸。系 OK， 搞唔掂啊吓，咁就冇办法啦。咁可能即系佢唔知系咪喺咧 allocation 嗰度搞唔掂啦。咁就2215吓，咁就要褪一褪延迟上市时间啦吓。咁就原先系谂住系集8億幾嘅，咁啊都8億幾都搞唔掂吓，需要更多时间落实公告同埋获得呢一个监管当局批准嘅。好，咁咧就除咗只2215啲，其他嗰啲。半新股近期的状况是怎样，即刻看看先。昨天呢出了一隻腾盛博药 B 啦，2137就靠稳暂时 OK。 喂，其实升得最好反而是2162的康乐亚，即是呢阿比比细细声说不讲得那隻，是啊。他7月8日上市的嘛，其实呢累积的升幅有成30%多，就是2162挺好啊。系啊，算唔差啊，即系个市底咁差嘅时候。系啊，即系只半新股，咁啊仲即系康乐亚 B 啦，咁另外咧仲有只如果讲医学类即系 medical 嘅咧，就只2219呢只新股啦，系啦，即系焦聚眼科啊，咁啊其实累积升幅咧成46%咁多噶咯，吓咁啊就上市讲紧系10.6嘅，咁啊寻日都15.幾啦，啊 OK 喎，即系焦聚眼科。我覺得陣間同大家再研究一下先，係都 OK 啊。係啦，咁啊，同埋即係歸創通橋。其實啲醫藥股其實有幾多有幾隻半新股醫藥都 OK 嘅嚇，即係歸創通橋2190啦。咁啊就上市嘅時間咧就42.7，咁啊依家咧都累積升幅有成30%咁多啦嚇。咁啊，所以下次可能咧啲醫藥新股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多啲啦。系啊，佢醫藥股已經揾阿比比上嚟講下，係啊，咁鬼熟佢。佢聽日嚟，不過就同阿靜靜做。哦，係咯，當其時再問佢啦，到其時好咁咧就同大家不如睇睇個市先。9:25啦。
咁啊就個市咧都高開咗一點啦嚇，咁啊其實預示諗住係要弱弱地嘅嚇，咁希望今日就唔好太弱啦嚇，唔好今朝早嘅開市就等於全日嘅高位啊，我唔想啊。好，咁啊就睇下先，今朝早移動類股份繼續睇只2269啊。是啦，咁啊，因为头先都讲咗啦，发型起嘅关系咧，咁啊，今朝早系开市咧升成4% 咁多嘅，系啦，136.5啦，咁啊，依一 high 咧就系148蚊楼上嘅，咁睇下可唔可以 keep 得到啦。另外咧就 Nicola 就想问只1919啊，正啦，你系咪有货啊？应该有啦，系咪啊？好似好啊，买咗好耐啦 ，Nicola 系咪啊？10.5蚊，咁其實之前17.5冇啊，揸住佢先咯，唔使理佢咯。可唔可以入啊？哦，如果可唔可以入啊？我覺得可以喎，可以，我覺得可以嘅喎。呢啲位如果即係其實之前都係啊，琴日都有提到係咩咧？好消息，總有人食股嘅。咁啊，你控制唔到咧，唔通唔俾佢沽咪斬咗隻手？係。咁佢沽完之後啦，冇人沽啦，或者。想食糊的班食了，留下那些是長線的，每一次調整，為什麼這麼重要的調整，就是踢走一些沒有信心的人，或者踢走一些覺得妒忌的人，就像1211之前沉了下來走回個勢，即有一個比較好的調整，反彈的勢就會靚一點，所以我覺得1919這些價其實你是有一定的直播率的。如果所以啱啱都講啦，依啲啊嗰只咩啊汽車板塊又啊sorry 體育板塊又好啊依啲航運板塊又好，依排都有一個回調，亦都回調咗幾日之後，你係見到佢真係企得穩、企得實咧，依啲價其實就真係可以買得啦。OK， 好啊，咁啊，大家自己要留意一下咁啊，另外咧就1909啊，係。早晨，早晨，早早晨，1909會再升嗎？咁樣係先，佢其實佢個中期順利都預，即係都有個盈起喺度嘅。係啊，出咗盈起咁啊，預料全年比上年多40%。琴日出嘅咁啊，最主要就係收咗德成顧問。德成國際，所以好難呢個機可以講10次真係。我來住德成做Mobile game 嘅分銷，咁佢就自己做 game， 之前就揾分銷去賣，咁中間咪有一截 profit 俾咗人嘅，咁而家收埋自己攞埋，咁你咪令到間公司嘅賺錢嘅能力再高啲咯，咁你就唔止可以分銷自己嘅 game 啦，可以分銷埋其他嘅 game， 所以佢又會 set 個分去投一啲新嘅手遊，咁啊投完之後點啊？揾我間德成。你雇用我間德成去分銷啲 game， 所以係一條龍咗，咁所以佢再會同其他嘅遊戲嘅 promotion 嘅公司，例如遊戲陀螺啦，咁啊喺內地去做唔同嘅promotion， 咁就變咗做又係佢，分銷又係佢 ，promote 都係佢，咁佢嘅 profit 就咁計一定會比之前好咗啦，就係咁啦。OK， 明白。咁啊 OK 啊，咁啊就明白噶啦。1909都系呢啲咁民生嘅嘢嚇，打機嘅嘢。總言之就都系增長嘅潛力係好大嘅。同埋呢排咧手遊行翻，即係唔止啊，係啊，係啊，係啊，成堆啊，都咩啊，302啊，210啊，即係好多手遊都慢慢。302咯，係啊，中手遊，中手遊好靚仔喎，中手遊4蚊咯喎。之前3蚊都徘徊咗好耐，搞咗好耐。係啊，我就話過到先算啦，真係4蚊過到啦。係啦，咁啊，手遊依排應該強勢翻啲，大家睇下翻啦。咁依啲係都你預中線持有噶啦，如果唔係嘅話，短期你都係賭啲好似啱啱講1950啊依啲咁嘅即係賭佢個 pattern 嘅股票啦。咁啊，啱啱開始啊，報翻恆指先。咁而家恆生指數做緊27,949.49，咁啊微跌20點，成交有42億嘅。咁啊，係咯，個市感覺都
冇，即係琴日美股跌啦，咁今日其實唔係太大影響，咁啊都係二三十點嘅跌幅。一開始啊，突然一間可能過咗半個鐘之後，哇冇咗五嚿咁樣。大鑊啦！咁啊，大家睇住自己的荷包啦。係啊，哇！即係匯控真係咧，即刻陰翻落嚟啊！頭先啱啱俾嗰只係啊，頭四零六三。哇，係啊，唔該曬啊，呢度、啊。因為真係有寫低嘅價值。係啊，係啊，真係要擺低呢個，即係陣間即係拿起手有嘢可以即刻買，即係可能要沽咯喎。喂，咁啊睇住只五四零六三啦嚇，匯控可能真係要沽翻落去。冇啊，因為。我覺得不是咁成熟啊！而家講緊話派息呢樣嘢嘅時候，感覺上未炒得起嚇，唔知啦。喂，可能呢啲真係勁短線食糊㗎，你一個鐘頭揸一個鐘頭，佢落多一百誒，落多誒幾格咁樣，你贏咗兩成度，可能你就要走㗎嘛。係啊，咁啊，大家睇住啦，咁啊。睇住啦，七零零都要沽翻落去嘅，話唔定。一九五零嘅，琴日廿幾個 percent 啦，睇下今日會唔會？做高啲啦！加油啊！加油！三毫子，哇，好緊張啊！要跑啊！係啊！加油啊！加油啊！回緊4.5% 嘅，係我有㗎嚇，我有貨㗎，一球左右啦。琴日成交都好似好大咯，我記得係啊，好大，非常大啊！都講緊千，差唔多1750万左右啦。咁如果買上去的話，你 compare 到之前嘅每一日得一球咁，啊大 turn 會對依啲咁嘅炒股好啲嘅，咁啊睇下會唔會今日可以 turn 到上去啦。咁現價咧就做緊3毫子啊，咁啊加油，大家睇住啦。咁啊3.6億都係嗰啲玩法嘅啦，依只就係炒個跟個 pattern 炒啊。大家看一看啦，咁另外就是9922啊，咩啊？九毛九，哦，哇！只依只系餐飲啊，所有海底撈咧都落地獄嘅，或者嗰啲叫咩啊？就飲飲食食股咯，系啊！依只咧就死正種嚟，死唔去嘅，系咯 ，OK 喎，只啦。嗯，所以如果你话九超级大横行，系啊，992啊，喂，去翻啲之前前顶嗰啲位置啊，我觉得等佢真系冲穿先至买啦，冇就、啊、有嘅话就我会食咗一半先咯，咁叻你可以即系廿七八蚊嗰啲低位买上嚟嘅话，30蚊如果赢3蚊我都食咗先啦，咁啊释放，系啊，得有钱赢就袋啊。都冇啊，都啊繼續剔緊啦，繼續剔緊啦，好多盤喺度買緊，呢啲通常都睇盤號嘅，即係你見到，十幾萬股、十幾萬股咁買嘅話，我覺得做 OK 嘅，睇下會唔會好似啱所講啦，好似同埋咁大 turn 咁啊，係 turn 上去 ，turn 上去，買上去，係咁啊，依排其實我哋個台都幾紅，開始多咗好多。李夢凡啊，施小麗啊，嗰啲 Facebook 朋友，依家好似係內地朋友，佢嗰啲名咁塔羅牌嘅、啊、喂。係啊，係依啲就係阿次哥啲 friend 嚟嘅。哦，OK， 次哥會唔會嬲？唔會，次哥好好人嘅，好人嘅，咁佢都要退休啦。係。係啊，咁去澳洲。哦，系咩？食鮑魚咯，食哦 ，OK， 食蠔咯，去 Tasmania 食嚟誒車釐子啊，澳洲都幾正喎，好多好嘢食，係啊，嗰啲蠔真係好鮮甜喎，喺即刻喺水撈上嚟就食咁樣。OK， 咁另外睇下會唔會多啲 turn 啦，而家講緊其實股本都唔算多，啱啱十幾廿萬買上去，咁啊而家其實。股本反而少，你見到都係幾千，係啊，幾萬好碎。拍價都好齊啊，同埋真即係、啊、有買有沽咯。係啊，有買有沽咯，咁樣咁尋日咁樣嘅情形，咁有啲人都會食一食糊嘅。不過我就死揸噶啦，一定會係。咁係啦，都係嗰句。我冇一倍，我唔走啊。賭 pattern 啦。係啊，賭 pattern 冇理由，即係都抵到喎。喂，落到去呢啲位，出翻啲羊咗。之前都講啦，總之對翻低位買，咁你。好保誒，即係講嗰個保護性好，保嗰係咪叫保護性啊？嚇！即係
守得到啊。哦 ，OK， 係夠強硬。係啦，夠強硬。睇下啦，咁另外，嗯，九九一八點睇？九九一八。禮年啊，呼吸。現價就升到去173啦，咁啊講緊升緊3.5%，咁啊係。都琴日都有人問啊，誒會唔會繼續行上去嘅？咁呢樣嘢其實都有同大家講啊，唔使擔心啦，有值有錢收啊，冇錢收嘅生意冇人做啊，依啲有錢收，咁啊唔使擔心。咁一有 news 又話俾你聽買咗幾多萬部呼吸機嗰啲嘢嚟，九一八放心啦嚇。咁啊150咁啊嗌咗好多日嘅啦。系啊，我自己都唔想嗌啊！五毫子升到而家，唉，好好多倍，六倍啦，七倍啊，咁八倍都嚟啦。咁琴日都嗌做破位啊，之前都讲啦，回翻之后破位有得继续升啊，150。希望我只1950都会系咁啦。哇！依只好正，升得好靓，好靓啊，劲正啊，真系。希望大家要买啦，依只。你先生系咪 TG Group 度讲咗先噶？啊，其實有一日移動啊，跟住未睇過 Cicus， 跟住睇完之後話：，哎，依只 OK 喎，有幾隻嘅。咁有陣時喺 TG 都，係啊。咁依只係其中一隻啦。咁啊，亦都有喺個台度講啦。之後因為 Spot 度之後，咁啊，所以如果大家要買嘅話，恭喜你啦。咁啊，我都覺得其實做係繼續去緊嘅。啊，只150啊，依啲降到咁樣上4蚊、5蚊，真係～即係會唔會騎到50億？咁我唔知啦。但係以後咩走勢，我覺得啊、完全冇沽貨咯，不斷咁騎唔上去咯。咁啊，依只大家睇下啦。另外咧就誒睇下只我頭1950翻翻去你個價咯。耶，係係啊，差唔多係會比較挫噶啦，依啲股票咁啊。冇啊，今朝早喐得好少啫，你哋都係。都是呢啲位啊，幾個 percent 咯。咁啊，睇睇啦，追翻啦，我真係睇六毫子啊，至少睇六毫子啦。哇，美團劈落去啊，3%，285蚊啊嚇！哇，頭先嗰下真係俾少少俾佢哋 fix 咗，即係而家嗱，騰訊又再想咬翻上嚟啦，但係似乎真係力水唔多夠嘅，係啊，一冇貨跟咧，冇錢入咧，所有人又掉翻出嚟，1024啊！咁啊，又回咗差唔多2%啦。系啦，依个发大机会啦。1024啊，喂，其实真系沽翻落去。系噶。不如真系沽翻落去啦。咁梗系怼啦，同埋依一怼又好深啊，可以。睇先，1024，头先俾咗只 put 14102，同埋只63763，哎，63763啦，唔使谂啊。梗系而家梗系高啲杠杆好啦。系食进去啦。系啊，咁你走嗰阵时候，你都有啲咁你赚咁嗰一两三个。系。重點是什麼呢？它高槓桿都不是高，是啊，都是講緊4倍左右，所以當然是吃盡了，因為上產品未完全跟得到，是啊，都是講緊這一隻都是3.5倍槓桿，是啊，但是好就好在它小小隻這樣，容易入場，買幾千元都好，賺餐漂亮的 Grand Hyatt 海南雞飯都開心，是嗎？都冇啊！個市係大嘢回啦，咁啊冇咩嘢大嘢喐，睇賭下咯，1950咯，係又剔翻上去，係啊，又3.1啦。依啲係睇盤玩嘅，依啲依啲真係睇盤玩。咁啊，係咯，跟個盤路去炒啊！依啲股票。哇！佢都OK 嘅喎，2.9都好大盤頂住啊，頂實曬。係啊，擺到即係睇下啦。但係仲有邊只咧？70都好似啱啱所講，其實啊、最高去到561嘅，咁啊而家都會，又係炒股唔炒市，又要出依句，唔好啦，都係咁1368，哦哇，唉，今日好消息，係啊，1919咁樣好消息咧，特價時段有人沽啦，係。會唔會好似1919咁沽兩日咧？1919我唔出奇啊！呢啲咁多人跟咁多街跟，係啊，跟咗啦已經。1772啊，
我一七七二都是好少啫，呢啲真係，算係呢啲啲調整都唔算，係冇咩，係咯，冇咩點回到。今朝早喂呢下嚟講十分鐘個成交都 OK 喎，係咁啊，補翻日子先，做緊27,876.87點，成交162億嘅，咁啊睇下啲主要嘅大成交嘅股份有啲咩先，咁啊如果你講緊跌得比較多咧。都是高科士的，特步啦，上了榜啦，比亚迪都会 3.3%， 升得比较好就是 XL 阳明啦，啱啱都话大家，追一追嘅阳明可以，亦都系啦，可以长线持有啦，早少少都讲过大致上嘅睇法嘅，破位你讲紧148。都要等時間，其實呢只有次阿郭 Sir 咧都有講過，都講得很好。你今天不買，你點會知佢係咪下一隻騰訊咧？係呢樣嘢係講佢嘅 business model 就是一起做，賣嘅時候你分成，做嘅時候你俾錢，咁佢冇 cost 嘅喎，係佢 provide 一個 service 幫你搞完之後，隻藥 OK。不 OK 不關他事，因為不是負責那個銷售嘛，但 OK 的話他又有錢收，所以269其實都挺無本生利的，我覺得2269都是強勢股，不用說了，我想他都要衝148的了，這些位置破頂的了，看看有沒有機會找郭 Sir 回來說一說希望郭 Sir 回來跟大家順宇光學啲牛證，因為佢而家增加個銷量啊嘛，係咪先？咁 iPhone 銷量，咁你一定要多啲零件啊、零部件嗰啲噶啦。咁啊，所以我覺得真係可以值得睇睇 call 一 call 嘅。咁如果睇翻就係2382嘅 call 咧，都唔好多哇，槓桿咁高嘅喂，呢只係咩嚟噶？21310啊嚇！信宇光學發興的 call 嚟嘅，咁就佢係，但係佢實際杠杆有成43倍喎，係咪條街買咗好多咧？街貨哇，成15%，咁有啲多喎，揾啲15-16倍杠杆，因為就係到期啊，唔怪得啦，我好多7月到期喎，咁啲10月到期有冇咧？我係今日到期，最後街嘅，唔怪得啦，睇下呢只。呢只就唔好咁價外睇先，7月、8月、10月呢只啦，11551啦，嚇呢只瑞通嘅，好易記啊，孖151，咁就248.8毫行使價嘅，咁啊大家自己望一望啦，呢只而家係啦。因為看到隻信宇光學就係做緊呢一個225.4啊，係咯。咁啊，另外個市跌多咗。係啊，跌85點啊，咁係。係咯，都哇，有啲嘢緊啊。原來真係要 put 隻3690嚟。係啊。3690，但係已經跌咗4%，仲 put 唔 put 咧？睇先。4% 都。幾多啊？係啊係啊，等我揾只新啲3690嘅啤紅啤啤，大家睇下先。因為真係有排跌呢啲乜嘢。係先，紅啤啤3690，揾阿 Eva 啊，揾 Eva 嗰只，揾下 Eva 發興牛仔呢只。哇！呢只槓桿27倍喎，收回278蚊喎。佢而家淨股幾多啊？哇，4.4啊，會不會好險啊？唔係喎，我而家揀緊，我要揀紅證，係咯，紅證，揀咗紅證先。紅證就呢只咯，呢只啦，呢只啦，高少少槓桿6倍到啦，嚇，61513啦，
美团发兴的红证嚟嘅，六点七倍杠杆嘅，系而家做紧8,300啦，320蚊收回，系啦，咁啊 OK 啊，都几安全啦，十二月尾都 OK， 可以谂谂啊呢一只。好，咁啊卖下广告先啦，由 Usmart 同 Up TV 啊，咁啊喺右下角有个 QR code 咧，去 scan 了解一下相关嘅开户详情啊，咁有6,300蚊嘅迎新优惠嘅，咁啊系咯，有兴趣嘅话可以睇一睇啦，咁喺我哋 YouTube 嘅。簡介裏面其實都有相關的資料可以看看的，那我們現在 take a break， take 完 break 之後回來再跟大家開始看真點。好，耶、yeah， 喂，嚟啦！炒股票想贏錢其實非常之容易啊，記得留意住我哋 Up TV。如果大家想看更多不同的财经分析角度的话，记得 subscribe 我们的 Up TV channel 啦。如果想知道一些财经消息，想知道最近哪只股票买得过，记住 like 我们的 page，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 留意我们的节目啦，拜拜。咁我就叫阿奥啦，我就喺度谂啦，啊，与其跟人，不如我自己试下学投资啦。咁之后咧就成功咁样凭住自己双手赚到少少微利啦，或者大家好中意讲嘅第一桶金啦，咁样咁就。大家好啊，我系比比啊，想唔想多啲见到我咧？想嘅话咧，记住 subscribe Up TV。大家好，如果想听多啲财经故仔或者睇多啲靓女听我嘅分析嘅话咧 ，subscribe Up TV 啦。如果想睇更加多财经嘅资讯，大家记得留意多啲 Up TV 啦。如果大家想收睇到最新的财经资讯贴士的资料的话，记住 subscribe 订阅 Up TV 啦。Hello， 大家好，我是 Vivian 李卓荣。如果大家想紧贴财经的最新资讯和听我的分析，记住就 follow Up TV 啦。我们 Up TV 等你，快啲 subscribe 我们 Up TV 啦。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ly 啦。咁我平时系一个瑜伽老师同埋 model 嚟嘅。咁除咗工作之外，我亦都好中意玩唔同嘅运动，有攀石，有 MMA、蛙游、潜水，同埋瑜伽，甚至跳舞，我都好中意。大家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嘅财经资讯，或者想睇我，记得 subscribe Up TV 啦。如果想知道多啲财经资讯，咁请 subscribe 我哋嘅 Up TV 啦。大家如果想知道多啲财经资讯，记得 subscribe Up TV 啦。
男女主角赵善恒、邓月平，其余演员张建升、张松之、沈佳琪、庄藏、郭奕森、沙律、程美段、Rosemar 娜美，同埋我哋 UpTV 主持 Ashla， 以及一班年轻性感嘅 KOL 等等，呢日喺兰桂坊一齐出席新戏 Part Time Girlfriend 出租女友嘅开镜仪式啊！人多势众，一齐听下佢哋同我哋 UpTV 嘅分享啦！最重要大家有時間多啲 follow UpTV， 一定有最準確嘅信息交俾大家。想知更加多嘅財經知識，即刻 subscribe UpTV 啦！如果大家有咩投資上面嘅疑難，有咩股票嘅問題嘅話咧，記得留意住 UpTV 啦 ，follow 住佢哋嘅節目啦。Hello， 大家好，我係黃麗國。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加多嘅 update 資訊咧，記住收睇 UpTV 啦。如果你都想知道更加多專家的分析和把握到更加多的投資機遇，那就要 follow UpTV 財經啦。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些財經資訊，就 follow 我們 UpTV 啦。最近很多大型中概股 IPO， 剛剛過去的有快手，接下來有百度，又有京東物流，你有沒有留意啊？啲人成日講 IPO， 其實你知唔知 IPO 係咩先 ？IPO acronym 縮寫嚟嘅，全寫係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三隻字 initial 即係 I public P 最後係 offering 第一隻字 O， 所以係 IPO 咁解。嗱 ，initial 即係第一次啦 ，public 即係對公開嘅 ，offering 即係公開銷售咁解啦。所以 IPO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就係首次公開發售呢個股份嘅。咁喺香港嚟講咧，我哋係好犀利㗎！我喺12年裏面有7年啊，我哋全球 IPO 集資榜嘅榜首啊！而喺2020年一個咁波動嘅時期，我哋依然啊喺一級市場裏面咧係 IPO 集資榜嘅領先地位㗎，好犀利，接近成4000億咁多，自2010年以嚟仲係最高添。
好，翻翻嚟呢个节目时间吓，开始睇真啲咁啊！报一报个恒指俾大家听咧。系咁啊！而家中27,811点，跌紧151点，成交有302亿嘅。系啦，咁啊就见到个市方面今日都系真系预咗系要有少少嘅又再回调下啦。咁啊升咗800几点之后，咁所以其实见到个市嘅力水真系争啲啊，所以都系拣股嚟炒啦，咁样咁啊就爆咗只恩容啦。系啊，就1587啦，咁啊就迎起啊嘛，咁样。不过就都其实之前咧喺度熬住熬住，之前最早排咧，其实都唔系好耐之前，四月尾嘅时间，咁啊爆咗上去8毫子嘅，咁一路咧就回咗落嚟啦。咁啊裂口又一棍上咯，咁就點睇咧？我就麻麻地噶啦，你問我即係呢啲即係好似飲飲食食類嘅股份。冇啊，咁啊啱啱都講咗啦，有盈起啦。咁其實因為喺 TG Group 之前啊都有Alice 啊都有同大家講，可以留意呢只嘅。咁啊，咁啊都好多人有唔錯嘅收穫啊。係。咁啊，一陣間 Alice 1点钟會嚟，咁啊大家可以問下佢，咁啊，當然如果你唔喺我哋 TG Group 冇計，咁啊，就收唔到資料噶啦。咁最好就係咩咧 ？Scan 我哋 QR code 加入我哋 TG Group， 咁啊，因為都好多隻爆上嚟，咁大家睇下啦。咁啊，1950，咁而家現價都係3毫子左右啦，冇咩。好硬淨啦，冇乜特別。咁啊回就一定有少少回啦，尋日升咗成20%，哇！今日真係睇就係比亞迪回到5.6% 啊，真係到。會唔會又係特價時段呢？啊，比亞迪嘅話，其實我自己咁睇啦，如果咁嘅回落嘅話，其實睇似橫行少少，我真係覺得佢係啊。如果佢要橫行下10天20天平穩線係有少少反刺嘅，咁啊。如果聽日都回到棍咧，可能就要提心少少啦，就係、是，因為都累積咗一段升幅，但係你見到真係無力就無力嘅，有陣時。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尋日都見到佢都衝唔到個阻力。係啊，係啊，衝唔到個阻力。最怕話咩？你一入去下邊嗰啲要食糊啊嘛。係啊，咁有啲真係唔耐煩嘅，或者誒陣間其他唔知邊個板塊又夾咗上去，咁咪即係換咯。換馬咯，咁就將賺咗嘅錢擺喺其他嗰度，咁可以 take profit， 咁就可能即係嗰一棍就深啲，可能今日已經做緊呢個動作添。係，咁你個 Excel 啱啊，一嘢啱啱都有同大家報啊，大股東咁自己冇計啦，出咗消息嘅話，咁你買嗰個梗唔開心啦，只不過大股東放貨，啲嘢三七跌到而家啊，咁你聽，點搞啊？係，雷蛇，雷蛇1337 ，sorry 啊，1337，係，誒。都跌到而家嘅，其實都係冇停過，冇停過。我頭先抄到只1171咧破頂喎，哇！逆市做好喎，我覺得咧即係睇 pattern 啊嚇，俾啲意見。咁就嗱，依家佢講緊係year high 啦，咁樣我覺得真係短線可以跟一跟喎。今朝早講緊而家只係開始大概1个钟嘅成交，可以夾到咁樣，去到尋日即係等於尋日2/3到嘅成交。咁今日呢一支棍好大棍，但係頭先佢頭先變緊嘅時候，我望嗰陣時候都係6% 到，咁而家已經10%啊！睇大家會唔會有興趣跟一轉啊嚇？咁我覺得呢一個都破頂股係啦，強勢可以留意一下。咁回股之前撳咗一排嘅，係啊，彈嘅話嘅跟進啦。係啊，咁樣咁啊就因為其實見到咧 A 股嗰邊嗰啲好多煤股都漲停板啊，即係跟翻 A 股咁樣做咯。咁佢都本身都係之前都係落後啲嘅股份，咁一路其實由二月個市一路回調，佢都係冇受到影響嘅。係啦，咁我覺得呢啲係可以揸耐少少嘅股份啦。係啊，煤股升嘅話，其實睇翻相關能源股，風1597啊，我自己覺得都 OK 嘅，即係你煤即係都係燒工業變電啦，風能咧就。你夠錢起個風力發電機啊，好鬼大座啊！嗰種係啊，係係咁啊，其實又係嗰樣嘢啦。電喺內地係缺嘅，不時都缺。咁啊，不時都缺㗎。係啊，咁啊，1597都可以睇一睇。咁啊，報翻價先。而家仲有一個7.5亿嘅市值啫。咁相對嚟講咧，呢只嘢係
做係好細嘅。哇！好大，好細啊！係啊，所以特登提一提，而家市盈率淨係講緊咧，都係7.6 倍嘅。咁你講緊啊銷售，即係賣出去咧，然後唔使諗噶啦，實食鬼曬你嘅。咁依啲相對嚟講，見到喂咁細 cap 嘅，當然啦。啊，另外一 part 佢嘅 turnover 唔大啊，咁市場未發掘到。咁啊，但係一喐嘅時候咧，可能啊，就好似之前嗰啲突然間305啊，依啲 example 一爆可能爆啊六倍七倍咁樣，都唔定嘅。咁啊，同埋咧始終細 cap 啊玩下玩下，好似啊啱啱講個之前提嗰只150咁樣嘅走勢咧，就通常依啲股票嗰度發掘到出嚟，咁啊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就。OK， 好啊，我咪睇下只150，哇，都好強啊，3.87今日高位，咁啊依家都仍然升緊6%，嗰次跌多咗，跌多咗啲，回翻啲，係，係啊，差唔多兩毫，但係累積嗰、那個升幅真係好大，係，咁啊，冇辦法啦，咁你個市又跌大咗啊嘛，你話完全冇影響又唔係嘅，咁如果真係早排好早已經跟咗我哋五毫子走嚟買嘅時候，咁真係爽皮啦！真係逐級逐級食糊噶啦，已經係。咁啊，今日個市咧就見到即係升嘅股份咧，最勁係只2269啦，冇計啊，盈起啦咁。咁啊，另外頭先只欣融都係啦，亦都係盈起啦嚇，1587。咁另外咧就今日其實啲藥股普遍都做得好，今日只1177同埋1093以及只2269咧包辦曬咧升幅榜嘅頭三位嘅嚇，連個阿里健康241都掹車邊升到3%。是啊，是啊，真係奇蹟。其餘嚟講咧，全部都要回啊，真係。係啊，光學股都要啦。尋日即係卡姆太郎712，即係卡姆丹特啊，即係升得好多。係啊，升咗好多啦。咁就即係都要開始要食下糊噶啦。係啊，個市唔靚啊嘛。係咁啊，13.6好明顯真係彈唔起啊。回咗好多啦，13.68都。係啊。真係郭 Sir 嗰句有反彈冇升幅，係啊，真係好掛住郭 Sir。803跌啦，咁接近1.7%，咁啊咁 corner 嘅都要停停，係啊，冇計。592都係啦，牛喺7.2呢位，咁冇喎，個市唔受嘅話都係要等一等，牛住先咯，橫行呢啲好明顯係代破嘅格局嚟㗎啦，已經嚇。918啦，啱啱講大嘢都回地回翻啲，仲有啲咩咧？6690可以自家，我哋冇答過頭先。Nicola 最近點解大升30蚊有哦？但係1000，咁你咪好咯，咁咪開心咯，恭喜你，你有1000股喺度，即係五手貨。係啊，冇問點解食咗先。啊，係咯，點解會升到30蚊？即係你覺得？你都覺得冇應該升啊？咁即係食得啦。咁即係食得啦。食咗先啦。咁冇辦法，佢都連升咗好幾棍上嚟啦，25蚊升到上嚟30蚊。係啊，咁啊今日出翻支陰租，成交又唔係話特別好大嘅，咁你咪食半留半咯。如果你覺得想，如果你 free 貨嘅，有基本面嘅唔使怕啦。係啊，6993啦，藍月亮嗱依啲洗衣粉就冇基本面嘅，係啦，咁就繼續浪落去。咁啊，但係都跌定啲啦，即係 compare 住高位。其實我真係覺得佢市值有啲貴咯。其實做係貴㗎。係啊，洗衣粉。佢做咩 concept 咧？係啊，咁所以呢個而家賣白粉就升咗咧，但係而家咁樣8.9係跌定咗一啲，情況只不過係因為跌得太深啦。係。咁但係佢講翻啊，你講 P 啊，仲係唔係平嘅？係。係啦，講緊都34倍。係啊，咁留意一下啦。係。即係點解跌？都是總有原因的，你要歸類翻去咩板塊，依啲就相對嚟講基本少少嘅知識噶啦。睇下先，6993 IPO 揸到而家冇止蝕，咁啊而家走會唔會好傻？佢嗰時 IPO 幾多錢噶？我睇睇先，6993。依家冇止蝕，到會唔會好傻啊？係，13.16。冇喎，咁好過你唔喐啊！
依兜底上，咁你唔係小米嘛？小米可以兜底，跟住上翻嚟升到上層。係啊，即唔會有智能洗衣粉嘅，可能遲啲有，但係而家應該冇智能洗衣粉。其實智能洗衣粉可以點智能化咧？即洗完之後，只要臭就自動分解，唔臭又唔洗咯。即冇依樣嘢嘛，佢就係紋身，佢就係、是，所以啱啱講就係板塊咯。係。是啊，納米諾已經很厲害了，但是我想說納米很厲害了，就是小小的我洗到一大機衫，最多就納米諾，是啊，很智能的了這件事，買白粉就不止這個價了，即是中醫那些其實奶粉都不止這個價，奶粉都不止這個價，洗粉就是需要奶粉，你想一下吧，會不會彈回來，有人就問就1929周大福，哇係啊，今日回咗好多6%，咁就點解上季港澳嗰個同店銷售其實係升嘅1.1倍，咁咧但係咧就俾呢個嘅美銀啊發表報告啊，就降佢級去到中性嘅。點解咧？就係話咧相信集團嘅穩健增長預測已經反映咗啦。咁啊，基於預期同店銷售增長放慢啦，同埋利潤率咧係壓縮，相信咧未来12个月个股票上涨空间有限，咁啊，鉴于市场竞争激烈啦，过度需求可能减弱啦，因此咧，未来6至9个月周大福嘅内地同店销售增长或者会放缓，估计2022年啊嘅财年剩低嘅三季将会转跌啦，令到全年度同店销售增幅只有4%。咁啊，睇下即系简单嚟讲就系好消息。已經完全反映了咁樣，咁啊就，咦市場就好似都 buy 嗰邊喎，美銀喎，咁啊就6%。我哋都有講，但係當然冇咁詳細啦，我哋話純粹睇圖係冇力。係。咁啊，市場話俾你聽，其實已經到位啦，大家食。咁加上依個咁有基於基本即係咁有內容嘅news 之後，咁有養分啊嘛。係啊，你都話俾你聽，其實就係賺盡㗎啦。咁個股價同佢條數未必追到，就係咁啦。咁唔好入啦，真係1929。因為都累積咗好大升幅，你唔好講周大福啦，佢淨係講周大福啫。係講成個 pat 成板塊都係咁㗎啦。賣金大唔大競爭，大家唔知啦。咁啊，就咁聽佢講，梗係大啦。香港之前金行開到成行上市都係大陸客為主嘅。但係如果以咁嘅升幅，佢出個咁報告嘅話，其實你可以普遍當係一個成個行業嘅一個summary。係啊，係啊，去理解咯。即係你一個行業裏面個咁龍頭嘅都咁樣啦，你點樣可以期待係啦？期望二線、三線嘅股份有一個好大嘅增長。所以之前咧，當然我哋都有講話佢哋係強嘅，相對嚟講。咁但係哦，咁突然間出咗呢個消息，你就要轉啦，轉陣啦，咁就要閃得快咯。係啊，咁啊，繼續又係問只1587咁啊，欣融啊。哇，勁啊！頭先升成去到9.45 啊，係啊，成交唔算好多嘅，講緊500萬錢左右啫，450萬錢左右啫，咁啊市值再低嘅，睇下好似今朝早早少少嘅時間講啦，會唔會借呢個勢再炒一炒咧？咁啊，大家去睇啦，咁啊1950。2.92而家我回緊8%左右，3.48咁啊，睇下都係啦，會唔會跟翻之前 pattern 會炒一炒啦？1587真係 Alice 真係捉得好靚。哦，係啊，係啊，佢喺幾時捉㗎？好耐，阿澤記唔記得幾時啊？好似幾個星期前。哦，都個好近期啫喎。係啊，好近期嘅呀，係啊，所以未好多人跟到咯。恭喜曬啦！咁啊，睇下先1957炒 pattern 炒唔炒到啦。咁而家都係啦，跟住個跟緊啲啦。但係買盤其實仲係好強勢嘅，好勁嘅。大家睇下啦。咁啊，突然間諗起只1591，係啦。咁啊，因為爭個 number。哇，好勁喎！都升7.1%。其實佢幾日都陽燭喎，係咩？我收嚟睇翻1591，係啊，幾日陽燭，雖然真係唔係話浸升得好大，
但係起碼即係企喺呢啲位幾日養足喎。係拉翻條線咯，高翻收咯，企得穩咯，係。係啊。咁啊，五號啊五仙左右其實都係一個啊、比較有支持嘅位啦。就咁睇圖嘅話，咁啊睇下會唔會突然間有啲移動啊，即係好似啊六月中咁樣勾啊30% 上去咁樣咯。咁呢啲可以搏啊支持位又。跟住炒波幅啦，係啊，仲有八號仔有貨，做咩事？我唔係好明佢問乜個半有貨要個半個半有貨而家$4喎，你係咪嗰只？你係唔係講緊只八號係嘛？係講緊另一隻啊？係咪打漏咗個 number？ 應該唔係啊，唔係八號。好，咁你唔理佢住啊？系啊，唔理睇啦。幫你唔到啊 ，number 打錯寫錯啊。系，除非你唔係過半啦，咁唔係叫止蝕啊，係止賺。如果冇理由要止賺啦，如果真係嘅話，150都 OK 嘅。系，系啊，我覺得真係仲有得升。而家有成差唔多2000万嘅 turnover， 有錢買上，係咪？勁！我爭一個 number 咋？爭一個 number 咋？系啊，我真系有谂法啊！唔系依只系早好多讲嘅，系啊，系啊。嗱，咁我呢两日先跟嘅，即系1950，我有信心。三两集气啊！喂，一九真系，睇下争一个 number 会唔会跟到啦？咦，都买埋佢啦，岂有此理？系咪啊？睇下先，好唔好啊？我都 OK， 我覺得做得上，因為佢咁強咧。贏咗我嘅，輸嘅一人一半。啊，我覺得值到啊，係啊，我覺得值到啊，都抵到啊，係咪？都抵到、啊。哎呀，我唔知道啊，爭個 number 咋。唉，希望今日當然啦，睇下會唔會係諗住高嘅話，咪贏咗 part 轉。如果我係贏咗5倍。嗯，我真的不介意賭少少去一九五零，咁梗係啦，係啊，贏咗5倍喎，我贏咗5倍喎，呢只嘢推咗3個星期喎，係啊，啊，集氣集氣集氣，得嘅，掂嘅，150佳作啊，係啊，150，係啊，沃斯跌超過200點啊嚇，兩番27757嘅位置，睇下只700先，嗯，都係呢啲位啦。嗯，五號仔，哇！佢夾喎，夾咗一下，頭先好低啊，44.1啊嚇！今朝早叫大家 put 佢嘅，係啦，我繼續維持原判係 put 嘅。嗯嗯，咁啊，另外就仲有啲乜嘢？1929咯，啱啱問咗，但係如果睇相關就係唔好搞啦。喂，我覺得啲新能源太陽能股可以追喎。係。今日回一回。712，我覺得係啊，712啊，757啊呢啲啦，陽光能源，我覺得未升完喎，你覺得咧？我覺得712可以追，係嘛？係啊，757貴啲啊，嗬，嗰種感覺。咁不如712啦。係咯。712啊，我覺得係 OK 嘅。誒，再唔係868啊，你睇下都唔跌嘅，因為即係有老闆加持啊嘛。咪咯。不斷買，咁啊冇所謂啦，依跟老闆買。3300呢啲都得㗎。今日都276添啊！佢個板塊咗邊只？我淨係得只380冇得買啊嘛！只協音咯，491啊，471啊，471，479啊，唔記得咗。協音係咩？451係451，佢哎，全部都係大棍喎。嗯，我覺得佢哇呢啲就好似睇先。咦突破咗前頂，我真係好耐冇睇佢喎。咦，呢只都慢慢不過就個成交唔夠咯，眼鏡咗，有少少鏡，係啊，呢一隻有少少後遺啊，係啊，驚恐懼後遺，唔係唔博得嘅，我覺得451都得嘅。1177問咗好多次喎，哎呀，唔好1171啦，唔係1711算啦，唔係 ，sorry， 1171算啦，掩回好過啦，12蚊啊，咁啊，358的，係啊，礦誒。嗰啲全部都2600啊，嗰啲麻麻地喎，都麻麻地啊！今日都要沽翻出嚟啦，1177我真係覺得誒，唔係佢係 OK 嘅，但係你睇下
個圖又好唔係好開胃啊！真係唔靚仔咯，又未有消息。跌定咗你話喂墊底啦，好唔好搏？咁唔知啊。如果你有貨嘅話就。都不會問的，不如買一些 B 股好過咯，啊，如果是買一些新本身股那些，一隻諾什麼鬼啊，看看，隻康諾亞，康諾亞今天是不是還在升啊，2162啊，看看，哇30元站得好穩啊，這些幾隻本身股 OK， 那隻招什麼招聚招聚是多少，看看2219穩喎，呢啲位十三咧，哇十三都 OK 啊，全部都穩穩陣陣咁樣喎，不過未等要等佢爆張就未咁快啦，係啊，誒睇下7078啦，咁啊，其實點樣睇下阿慈哥咧？因為今朝我睇公告喎，喺度招來咗翻嚟，咁啊 ，Pacing 即係8078都有做。咁兩隻就唔同嘅，有一隻就爆完之後懟咗落嚟，之後先 pace 啦，即係前嗰只，跟住再辭職又呢樣嗰樣啦。反而只8078咧，係籌錢啊。哦，咁啊做咗 pacing 咧，其實都係。啊，係喎，今朝早復牌嘅，今日幾號？唔係尋日復牌嘅。係啦，咁就5.9去做一個 pacing。而家講緊8.6，個 cap 好細。哇，2000多萬。係啊，咁如果依啲有少少錢嘅話，其實應該對得翻上去，同埋唔使多啊，你起碼翻翻一毫子先啦。嗯，咁啊，我覺得絕對有一個直播率喺度。係。咁因為最主要的直播率係咩咧？太平。嗯。係啦，你如果對翻個。學價講緊都億幾啦，係啊，咁而家咁嘅size 2.32300萬啊，真係太平啦，咁啊，大家可以睇下只8078，會唔會有一個即係批算之後會唔會有人炒啊？我覺得炒上去機會太大。哦，OK， 好，一問只1696啊。可唔可以入？升完又升，哇！呢一隻依個都依下有同大家 keep 住講啦。係福瑞醫療嗰陣時係60億左右嘅時候已經哇81億咯喎，而家係而家升咗81億啊。係咁啊，之前就破咗21億破咗頂啦。咁啊，擒咗上嚟。我覺得都繼續走一轉先啦。今日升10% 左右，咁啊，係咯，跟住啦，依啲破咗頂之後。啊 ，OK， 咦，又幫大家發掘咗一啲新嘢啦，1696嚇，咁啊，所以大家要可以留意一下，升完又升，小注咯，博佢再上咯，係啊，呢啲強勢股，你即係喺呢一刻啊嚇，咁而家都講緊 year high 咯喎，哇，上市，我記得佢唔係上咗好耐嘅啫，好似。睇下先呢一隻，咁其實都同大家望望啊，係咯，復星噶嘛，係啊，復星係噶嘛，656啊，同埋2196咧分拆上市噶嘛，咁啊呢一隻咧講緊上市1696咧，就係喺呢一個嘅2017年嘅，係咯，都係幾年前嘅時間。呢只都即係其實慢慢爬升都升得幾厲害，係啊係啊，其實最主要都係4開始升上嚟嘅。哇！真係講緊5蚊，而家都升咗成20幾蚊，係做醫療器械、器材相關嘅嘢，所以其實升咗好多嘅啫。15蚊啊！即係其實今年今個月頭上個月尾先至。爆張的喎，當然佢之前都升過上去20多蚊嘅，21、22蚊嘅，跟住就插得金啦，冇啊，都好明顯係割韭菜嗰嘅原因啦。咁跟住之後，依家又再揾高位，哇！咁好強勢喎呢只，幾靚仔喎。咁耐以嚟都冇乜點樣穿過條50天線。係跟住上。哇！真係冇懷疑喎呢一隻1696，好插低先。1696。
升得好靚嘅，四七六啊，跟住就哦，即係動力就哦，啱啱問四七六，我想問，嗯，問四七六啊，係啊，個半有貨，個半有貨，咁啊要繼續持有。誒、現價只四七六係做緊一毫四啦，幾格啫喎？係咯，回緊一點幾個 percent 啫嘛，12.3億巴士咁啊！我依咁嘅位其實之前都講啦，低過五十天平均線，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比較好嘅吸納機會嚟。嗯。咁啊，電動巴士概念其實都冇咩點講啦。嗯。唔會係即係冇咩太多競爭。係。咁佢最主要嘅其實都係講緊除咗內地市場啦，做埋中東啊，係啊、東南亞、歐美市場佢都有做。嗯、而且所有大多數分銷商都是合作夥伴形式、嗯、Either 是他入去股或者、對方、入回去股、嗯、這樣、去做，所以他的、銷售的、網絡、啊、是揸得很緊、哦、我自己覺得就這些位置是不用放，沒什麼放的需要，揸、嗯、幾格而已。OK， 咁啊，自己留意一下咯喎，四七六嚇，咁啊就指個半，其實都唔係爭好遠嘅，講真。有人問只700 put 啊，係可唔可以 put 啊？我覺得係真係可以 put 嘅。咁但係咧，我想話佢即係跌咗咁多日之後咧，而家即係上翻去由600跌落嚟，咁去到個 range 中間嘅位置。嗯。咁咧。就我都恐防佢會彈翻上去條廿天線，不過見佢今日真係似乎個力水唔係好夠，咁咧都可以 put 嘅，不過唔好太大注咯，個贏面唔係極高啊，因為有少少尷尬啊，去到呢啲位係咯。我今朝早好似都有，有冇你有冇抄低到？哦，即係700。冇啊，咁我就睇下先嗱，如果700嘅啊有紅啊近紅咧，近嘅紅仔。61229的，是的，這隻就現在跌緊兩成的，5.9，咁講緊收回價就583.8的，距離收回得4% 的，咁啊自己因住啦，咁啊都幾近下嘅，咁又槓桿方面可以做接近19倍啦，咁啊另外咧就如果中距離即係唔想咁貼嘅話咧，咁可以睇只50288，係啦。咦，是不是沒有了、啊、這一隻出不到的50288，是不是給錯號碼、啊、嗯，那我那不要理會住了，他給應該個號碼不對，我抄一抄先，那看著就是61229近紅先、嗯、700，我看看有沒有一些漂亮的不要那麼近的牛仔咯，看一下先，如果揀翻呢一隻街貨，唔好咁多哦。60767啦，呢一隻係啦，60767啦，呢一隻就323.8。啊 ，sorry， 呢只係美團嚟嘅，我撳錯咗。哇，其實都冇乜得多喎。好，呢只咧633.8收回嘅69066啊。嗯，槓桿方面大概7倍到啦，咁就冇咁近啦，冇咁貼啦。呢只69066，騰訊嘅紅證，1.6毫子啊，而家免價做緊。嗯。Yen 哦，唔該，唔使，係啦，唔嘥下氣，唔嘥下氣。460咧，睇下先。頭先都咁講咗咁多醫療股，其實佢有消息嘅喎。係。係啦，咁咧就。平股收購韓國嘅肉毒素製造商潛在價值，係啦。咁咧就咦係咪即係都係呢一間嘅？係啦係啦，唔識讀喎、啊、呢、這個中國獨家代理，係啊係啊就係呢一間啦，同埋有玻尿酸嘅，嗯，係啦。咁啊獨家代理嘅，咁嘅產品啦、啊，咁啊似乎真係都鋭意醫美啊，相關、啊、即係吸真錢啊，吸真錢啊，冇錯、啊。賣藥啊，傷風鼻塞嗰啲真係冇咩用。嗰啲好多仿製藥啦、啊，已經、啊。因為平啊嘛本身。嗯嗯嗯，冇乜毛利嗰啲。冇咩毛利。
咁睇下啦，如果係咁嘅話，多啲高毛利啲嘅產品嘅話，對業績絕對有影響嘅。OK。咁啊，8078呢兩日好有力，係啊，咁啊，係因為市值太細啦。都是講緊2000多萬，講真的，你買層樓啊，貝沙灣都不止啦。哇！講緊係而家係買價8.6啊，8.6咁啊，今日升緊差唔多5%，咁啊，都係呢啲其實好少錢已經可以掃起翻只嘢。咁啊，如果你睇嘅話，呢啲睇圖咧，我成日都話依寶藏嚟嘅，點解咧？嚇！佢之前咧其實好貴，你講緊好多人其實 lock 死咗喺上邊，所以其實冇咩沽盤出現。咁啊、如果俾我嘅話，其實呢啲咁嘅價咧，我覺得絕對係有直播率喺度、因為買一球都係講緊80,000蚊，太細啦。所以你見到 raise end up 都係300多萬，係因為本身佢呢只嘢嘅。市值成隻都是講緊2000多萬，咁啊兩球一球錢擺入去，可能已經唔知飛咗去邊度。大家可以睇下啦。如果佢有冇話買，係咪起動，係咪破頂？我覺得已經行緊嘅啦，只嘢。咁如果講緊咩價？九仙啊，咁就係之前係頂。咁如果純粹睇嘅話，其實而家咁細 cap 嘅，其實依啲都唔係咩特別指標，只不過係等佢個錢一入，可能一推咧，只嘢就向上飆。咁啊，只8078睇住咯。咁啊，阿 Asha 都有買，其實係啊，琴日我哋都有講過，佢話誒依只好細喎，買啲入去搏下先。咁、我覺得依只可以，應該喂可能真係最起碼。翻翻一毫子啊！係啊 ，OK， 好啊，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啦，1368可唔可以入？哇，咁跌咗一成啊！唔好掂住啦，係啊，啱啱都講跌兩日啦，因為都好多，佢好多好消息出咗嚟，未跌定咁樣喎，好似哇，睇下啲係咁，係咁車，係咁車喎，閃閃閃閃閃啊，好活躍喎，1919都5%噶，都唔少。係啊，哇！穿個14蚊啊，一個月低位啊，所以有咁嘅走勢喺依依盤啊，開好先，唔好入去住啊。因為咧嗱，好似尋日咁嘅情形啦，佢陽燭啦，咁我哋其實都講過嗱，即係最緊要係佢13.0嗰啲位，即係較早前啦，底部位置大概係14蚊，係咯，14蚊邊啦，即係呢啲係個支持位嚟嘅。支持有支持嘅話，咁你可以繼續買上去啦。咁但係而家穿咗個支持位啊嘛。今日咁，但係睇下佢今日企唔企得定喺14蚊樓上啦。係啦，咁如果你係冇貨嘅話咧，你真係等佢跌定咗先至追翻上去啦。係，因為始終都會有人獲利嘅。係啊，咁升咗咁多。咁所以你要逐級逐級咁部署咯。所以1919啊，同埋啱啱即係1368咧，係使到幾低就真係冇人知嘅。係，但係佢咁使法咧，可能真係會有啲肉酸啊。係啊，有啲低位。係啊，即係未食糊嘅食咗佢先啦。避一避。咁啊，食咗糊啊，諗住再鬧嘅，咁啊真係跌定咗先買。唔使咁急。咁啊，時間差唔多啦。系啊，休息一下啦，我哋都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报翻个恒指先，做紧27,759点啊，咁啊跌紧204点，成交有517亿嘅。系啦，如果大家中意嘅片，记得 like、share、subscribe 啦，同埋 follow 埋我哋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咁啊，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好啦，咁啊，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